现在要去游客中心，7:30有的体验。那现在其实是现场是很暗的，但是相机录出来其实还是蛮亮的，看不出来很暗吧？看一下旁边，走了。在地上有荆棘，来看一下。黑豹、啊，可是他为什么没有胡须？被剪掉了，被他剪掉了。是被剪掉了。哦，三枪。在哪里？三枪。在这里，在哪里？我看到他了。在这里，好，你看十几，四十，他跑出来，来看一下。好像小兔兔呢，好可爱呢。妈妈的找不到了。在那里有没有看到？还有车子啊，来，大家先往右边靠一点，先往车子来了，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，哦，哦，还在那里。小亮点，只有看到点亮点啊。那我刚才讲过，公的母的怎么分？有脚没有？哎，有脚没有脚。那我们山上还有一种叫台湾野山羊，以前叫什么长鬃山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长鬃山羊它是牛科动物，那又跟它们不一样，它是牛科动物。啊，牛科动物的话，它的公的母的都有脚，所以你看牛啊，牛有没有那种没有脚的？没有。牛科动物就是公的母的都有脚，那这只叫斯文豪氏刺蛙，哦，它是刺蛙科的蛙哈，哦，很肥哦，哦，很肥哦哈，有没有看到它的身体？它的身体在这里哈，其实它你看到的都是绿色，对不对？哈，现在有时候它会有咖啡色的，哈，斑纹会不一样。那它因为它是刺蛙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讲说，树蛙才有吸盘。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你看哦，它有吸盘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会在哪里活动？在水边活动。我手上都黏黏的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手上黏黏？因为青蛙来讲的话，这些两栖类，哦，它需要呼吸，对不对？我们人也需要呼吸，哦，但是它的呼吸方式有用鼻孔，哦，鼻孔来呼吸，还有皮肤。那皮肤今天要呼吸，就是利用这些水分黏液去跟空气来交换氧气。哦，如果它干掉的话，它就会呼吸困难。哦，所以为什么它喜欢在潮湿的旁边，或是它晚上才会出来？因为白天出来被太阳一晒，它就完了。白天躲哪里？白天躲在那个树，水边的那个石头缝啊，哦，躲在里面。啊，斯文豪氏刺蛙，这里有一只。好，等一下。啊，那这一种的话，哈，它
它也会鸣叫哈，它的声音。好，它现在吓到了。不是，因为这个时候它不会叫了，它大部分都是在那一种它繁殖季哈，它才会回来叫哈。它那个是在叫啾，它所以它叫一声啾，人家以为是鸟，所以它就叫鸟蛙。哦，那它这里尖尖的，有人叫它尖鼻刺蛙。哦，尖鼻刺蛙，所以它有很多种名称哈。有没有看到？哈、哦，有没有看到肚子？哈、哦，哦，好大只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它本来就是很大的哈、哦，它是比较大型的蛙类。哈、哦，好看完了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摸一下？好、哦，哎，这个没关系哈、哦，因为它不是蟾蜍，蟾蜍的话它就有那个哈，会黏黏的。摸一摸，等一下，那你摸一下，不要摸，啊，那就不要摸啊，敢摸就摸，啊，要去洗手哈。哎，握握手，握握手，你看哈，哎，握握手，都摸一算的啦。你看，哦，它的吸盘你有没有看到？爸爸手去摸。吸住了有没有看到？吸盘它就吸住了，哦，吸盘就吸住了。摸一次，还好。漂亮哦 ，OK， 那你去摸快点。哦，你看，快点摸一下。你有摸到吗？那它吃什么？你有摸到？它是什么？蚊子。不是吃树叶，它是肉食性的，吃蚊子。那怎么吃呢？舌头。其实他们用餐的方式有两种，比如说我们有用汤匙，有用筷子，对不对？还有用手刷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有，他们如果看到大只一点的，就像蚯蚓，他们直接跳上去就咬，咬吞下去。那如果蚊子的话，好，等一下，蚊子的话，它。因为我不忍心把它的嘴巴搬开来，你看我的舌头，对，我的舌根在哪里？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青蛙的舌根在嘴唇，所以它是这样翻进去的。它今天要吃蚊子，它是翻出来，它不像变色龙这样子哦，它是舌根在前面，所以它嘴巴一张开，舌根，那个舌头一出来以后就把它撵进去了。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它跟我们不一样，跟我们相反，哦，所以这个不讲，大家都不知道哈。很长哦，它的舌头可以到这里，可以到这里。因为我看过死的，我就把它翻出来，它这么长。长舌妇，拍起来哦，我没有对人比。OK， 公的母的都一样。OK， 好。啊，这是公的。来，注意看哦，我刚才说这里有两个哈，比较突出的有没有？哦，在这里哦，明兰哈，它一直助攻的，这一只公公做作的，对，因为它要叫，什么东西？你在追鸡，你在上面鸡？哎呦，蟾蜍啦，这只是上次的鸡啦，蟾蜍的，可是有毒哦，它有毒吗？蟾蜍有毒嘞，这只蟾蜍的哈，要这么小声吗？这是蟾蜍哈。这是蟾蜍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看得出来？因为我不要摸它吧。因为蟾蜍的话哈，它在眼睛的后面。蟾蜍的话哈，它这个地方如果受到刺激，它就会分泌出像牛奶颜色的哦，记得哦，牛奶的颜色哦，你看到那个不是这一只啦。我是说蟾蜍，牛奶颜色出来以后，那个就是它的毒液，你就不能碰它了。碰它会中毒。对，中毒。中毒。好 ，OK。老师，我们有一只红斑蛇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来了。先放着。是吗？我们。哎呀，酷哎！它怎么这么厉害？哇，好厉害哦！而且这些小蛇，比如说啊，刺尾青竹丝，它的尾巴是不是红色的？它很小的时候，它如果今天在那边遇到危险，它尾巴会甩，它会甩尾。为什么要甩尾？告诉你，也是一种警戒，因为红色在那边甩。接下来就是说，我的尾巴在这里，你要吃的话，你吃我的尾巴，你就可以跑掉。你就咬，因为一般看到动的，它就会去咬嘛，咬了以后它就可以跑掉了。OK， 在那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要不要请走？是不是来？他不会怕人啊！来，我过去，我过去。看到了，有个小，看这个。妈妈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讲了，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就没事了，因为他会自己去找出路。他是下雨跑出来，而且你不要去踩他，不是说不要踩他，你要小心，不要踩到他了哈，因为你踩到他也是蛮麻烦。好滑哦。
它会卷过来咬。它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吗？红斑蛇。去妈妈那边，因为它上面有红色斑纹，你看。它的皮肤红。然后红斑蛇会臭臭的。是它，然后它会叫。来过来。真的很臭啊！我刚刚真的很臭。它刚刚蛮臭的。真的。我知道，我快点。你先往前，赶快。通常看到它都是被压扁了。哦，是哦。变露沙了。哪里？有没有？哎呦！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怀念啊！这是水滴的，这里要不就有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太强了！不见了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。哦，有眼睛亮亮的，呼呼叫，哎呦，有没有跑掉了？跑掉了，在这里，上去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在那里，小心哦，地上滑。好好好，那它很，它有可能会打扁。它很快，这是黄鼠狼吗？白鼻青，白鼻青，白鼻青还是黄鼠狼？在这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眼睛有亮，那个还在，真的还在，躲在那个白鼻青是什么？就是鸡翅膀，骨子里有，骨子里有，对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对耶，哎呀，这么远认得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骨子里，哦，对，你们在那个，现在有没有在动啊？有没有？眼睛，它现在趴在那边呢，有一个眼睛亮亮，有没有看到？还在了哈。这不会是白鼻青？右欢哦，好，走，其他船这里走。一只两只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失望。在这里。在那里。下面，有，近啊。看到。好，这边是小山枪，然后这边还有一只小山枪。我可以推你一把，帮你一下。看是谁啊，女生啊？有，看到了，他中了。有，他中了什么？三枪，有两只小只，两只，两只，两只。